电玩展这个东西很花钱又不赚钱，这为什么每年都办，还办了11年？确实办电玩展真的没有赚钱，但我觉得电玩展对我来说，对同事来说，还有对玩家来说，这是一个 party， 所以我希望可以每一年都办一个 party。我觉得我们的玩家很爱我们，我觉得我们每一年都需要做多一点东西来回馈他们对我们的爱。那在这个11年的这个电玩展，有没有哪一个 part 或哪一个年是你最喜欢的？就是这年跟去年我最喜欢，因为我有跟很多玩家有拍照，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永远的一个记忆给我们。在这11年有看到很多的朋友、伙伴、女章、达人，这11年都已经长大，有不同的成长，就跟歌词一样，歌曲哪个屁孩他现在已经长大，还有一个屁孩在帮你拍片了，现在已经在帮我们拍片，就看到不同人在长大，我觉得这个感觉我真的觉得很开心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好，你觉得 Mad Hat 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啊？我觉得 Mad Hat 是一个大家庭，很有家的感觉。我觉得 Mad Hat 是一家被游戏耽误的音乐公司。谢谢。OK， 谢谢。